各位我们今天又回来欧丽哦，我帮你出声音，讲一讲。各位今天我们又回到伊斯坦布尔，3、2、1，各位我们今天又回到伊斯坦布尔，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很漂亮的哦，就是巴拉彩虹区。因为其实我们总共有6个小时可以在外面走吧，我们打算回来机场晚上飞 OK 哦，所以我们就不要搭那个地铁，因为2个小时。这样我们来回要钱2块哦，骑马要钱4块哦。如果不要骑马，哎，这样就 ATV 哦。骑什么嘞？我还想骑马。现在我们就叫做 taxi 啦，因为 taxi 快一点，也要40分钟。那 taxi 很贵哦，单趟要600到800里来。谢谢常勇。可怜脸。哎呦，你整个在那个水四方形脸。整个。各位走 ，Let's go。这样我们就在这边等他来就好啦。你可以不要再浪费我的电池吗 ？It's a beautiful night,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do. 我跪下呀。Hey baby。廉价哎，你的跪。哇。常常给他看什么叫不廉价的，来，跪下来。你跪错方向了，他的。选一个我们送给观众要吗 giveaway 来在那边评论，然后如果最有趣的我在这边，我们会回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边买一个蛋糕给你们。各位我们第一次用 app 叫 Desi， 然后他的 app 上不会显示什么车牌的，找不到，叫他来找我们可以吗？你别浪费我的电池。还在路那边吗？欧力哦，诈骗人啊。等一下他是不是在很远啊，请问对了解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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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错！哇，还在录啊！我有看了啊，同学。最后我给常常拿着相机。对，我们要做。要不我现在忙啊，我一脚打到你啊！一脚是打不到，是踢。Let's go, run, run, run！ 快点！哎，不要给他撞哦！嗨 ，Morning！ 哇，红皮耶，里面。哇，阿乐，他的车上很多跑车嘞，好可爱的，你看。今天他上面整个车包都是红色的。他这包都很明显的包裹。他整个包裹也超帅的。然后旁边 LED。我第一次看到整个车包完红色的东西。哎呀，我们到了，我们终于到了这个巴拉区，真的很远了，然后肚子很，对，这个车真的很热，冷气不开哦，大家给我开一个窗口，等一下就给一个好的评分。哎，我发现下来过后比下车凉很多，要给好评，好好的差评。还没去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哦，就已经看很多五颜六色的建筑物哦。书生讲这一家店在 Google Review 有4.多分啦，4.9，然后评论呢？哇，难怪刚刚他们讲右边店有美女，就是这个白头发的，等他转回来哟。先拍啊，你去拍哟。其实我发现这边哦，好像比较多美女。它是伊斯坦布尔这边比较偏远一点，就他特地坐车过来还是坐地铁过来？这个美女又走掉，看不到她嘞。加快拿我的，加快我的。好的好的，你要叫对面店过来我的。各位他们讲美女这个，给你们看侧脸就好，因为呢，是我们可以看到正脸。现在我们就开始走走逛街咯，请问你们看到什么好看的东西叫我呢？明信片呢？哇，这家卖东西全部都是很复古的东西。书生在看首饰，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复古的东西。这个已经复古了，这个太新了，22岁。哎，藏了很多旧相机，蛮好看的，还有很多旧打字机。安哥，你要用吗？安哥。哇，这个旧的手机要5000里啦！电话在这样。哎，谁电话我搞错了。那边有一个头，我觉得很可怕了，他就放这个头在这边。原来这边有可能会有海啸的。你们看到这个红灯吗？它大概190公分。最近我没骗你们了，我大概180。你不要乱讲啦！为什么这个红绿灯可以照这样矮啊？其实我是190啊，真的差不多。请调出他的 Wikipedia。1694。我拍个照片，阿雪你拍照。其实这个区域附近呢，它都是一个小街，可以串来转去逛来逛去。他们讲这个地方有一句话，就是你千万不要害怕走错路，因为走错路会有很多惊喜。这边除了很多 cafe 之外，还有很多古着店啊，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小众的文艺区啦。你看这间 bookstore 就很特别的，它在下面了，然后里面就是旧复古这样。它这边 building 真的都是旧这样子，而且有一点颜色这样。这边也是很多区可以拍照，我们现在就前往第一个我们要去的那个彩虹街道啦，因为那边我觉得是蛮漂亮的。虽然讲我一年前我觉得去那种彩虹的景点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我看过最美的彩虹景点。你还没有看到？我看人家拍了。人家拍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。怎么了？这个世上不知道很多东西要照片吗？像你一样。嗯，讨厌，我不照片，你才是。
他看起来有180，但实际身高169。哎，真的，我看起来照片比较高，每个人以为我很高，而且看着人这样矮的。照片。特别 hot 的。啊，你有 hot 啦？特别 hot 的。你有多 hot？ 让大家看看你有多 hot。Hot baby。你是有神经病是吗 ？Hot， 你不是 hot 的。有问题哦。看老哎。看老哎。告你强奸了。你现在未婚妻可以告我强奸？没有，有没有签字？你现在跟我就是陌生人。哇，玩得着哦。哇，这一块地突然吐起来，你们看它怀孕了。你是不是没有素材拍，拍要拍在地上啊？你不觉得特别吗？吐起来，就一个盾罢了嘛，没有发现的。哎，是盾来的吗？哦，是，我又突然吐起来。我要退稿，不是我要推荐各位。推荐什么意思？退货啦！哦，我这边推你推啥的？不会该退吧？我们好像来到那个很漂亮的地方哎，你看那个颜色超漂亮的。果然，伊斯坦布不是在走楼梯，就是在上坡的路途。哇，超级无敌多颜色的 building！ 哇，好多颜色啊！刮照，你们看我后面很多颜色。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在土耳其啊，所以我们要开心一点呢、啊。超死！科技冷漠。科技冷漠的人是你啊，我。你啊你。好小，吃个饭都不能再按着手机，只有你。可能你们看不出，但是那边都是一大条斜坡。我们在冰岛的时候也是各式各样的建筑颜色。所以你喜欢吗？你该讲什么？你该讲不要拍照。Yes， 我本来今天哦，抱着鞋啊，上一点眉毛啊，我想说，哎，可以拍个几个照片吧。啊，不要了。他看不起彩虹的东西。我不要想有人情味的地方。像我这样子。藏了，怎么了？藏了，这么多人拍照的地方，哎，很漂亮，还这样看。那些人拍调色啊，我眼睛看像普通啊。镜头美，你懂吗？懂不懂的，藏了。怎么这样久了这个东西？我刚才找个角度来拍哦。我就问藏了，是这里面，是一样的地方吗 ？Arrive， 哎 ，Arrive， 在这边哦。那照片不一样啊。哎呀，你看啊，这也不要再相信网络这些人了。这个是法国村的拍照。何必要来到土耳其呢？硬硬帮苏珍拍张照。我看到苏珍，你好，可以走啊。怎么你们吵架可以这样笑的？这个叫嚣张、欸。你们去吵架可以啊？我刚没拍到。镜头在武装嬷嬷，就像你求婚这样。我可以没有拍到没？看我肉做，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了。其实这个 angle 不丑的，不过为什么那些人坐那边？就我们讲拍哦，都会有很多人在。是吧？一百个问号。不行我了呀！而且来打卡，今天坐在那边吹风。是啊，我们一起欧阳梅三二一，哎。没有事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不懂为什么这个地方这样多人拍嘞，这边比较美咩？我去看一下，你们看一下美不美？颜色比较鲜艳哦，但是好像是这边比较好看呐。怎么小三小？别一定要马赛克跟消音啊！我没有错，报应而来。不要来各位，我们拍 story 照，现在只有 story 吧。如果你 story 有多余的位置，可以来拍。story 有多余的位置怎样？就代表你可以不用来。哎呦，有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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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那个猫踢一边，把那个猫踢一边。有人，有人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可以啊。这个地方哦，该苏生讲是最出名的地方。对，刚刚应该类似导游的讲。这就是最出名的一条街。哇，惨了，我拍完了可以走了。是喽。我们已经走掉了。有耶！我拍合照了。那个人呢？难怪叫小，不要再拍那个人了，不要拍他。好了，好吧，成了，好了，好吧，我不可以讲坏的，我不要相机。我佛慈悲啊！我给他曝光率嘛，因为还不够曝光。观世音在菩萨们。你听我讲嘛，我给他曝光率，因为还不够曝光。这么冷还是？他招人也跟他不够我关啊，不够我关啊。哎，成了不是我，笑，博主是啊，博主是讲看自己，博主看自己。朋友在超度，超度自己。哎呦，有猫搭档。各位也来这边可以看猫打架，它算是一个秀来的吧？你看那，你看那一只，哇！你看那个，蓄势待发，金字塔三角形，1、2、3 ，fight！ 这一只已经差不多飞前面了。Look at me, stop, fight！跑掉了，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很漂亮的彩色 building 了，开心吗？他们在抱怨我带我们来这个彩虹不好的地方，我花了700多里啦 ，all the way 来到这里，还有一张 IG story 是谁画？是我画，好不好？把钱花光，为国争光。今天睡地板，明天睡老板。今天庆书生，明天。来，呀。
压不到没？讲错了，今天亲嘴巴，明天当妈妈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区域的彩虹 building 哦，比起其他地方算很多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其他国家的彩虹区都是一小块，它这边算是我觉得蛮大区域，因为基本上整个 building 都是彩色的。这些应该是他们这边土耳其的学生。Hello。其实这个区域真的蛮特别一下，因为哦，它跟那个伊斯坦布市中心那边啊，有着不一样的文化的感觉。如果要比的话，我觉得这边就很像马六甲的感觉，然后伊斯坦布就比较偏向吉隆坡，然后旅客比我想象中还要多，因为他们讲这边是小众景点。你讲什么东西？25里拉，这么便宜？我是小点，我又听错了。5块钱？我要一个。哇，甜哦，真的好吃，值得吗？值得吗？挖什么？挖什么？好酸。吃一口哎，糖果真的还是草莓啊？哇，好瘦！我觉得蛮好逛的，只是不要去到刚刚那个地方哦。其实因为人很多，我觉得不舒服。蛮舒服哎，这里很爽。哇，土耳其车长这样的哦。哇，它的后面好亮，这辆车绝，长得跑车。真的当我是3岁啊，22岁啊，就想要成一个气啊。哇，这一家咖啡蛮特别的，它的底材很 vintage 哦，你们看，很漂亮哎。恭喜啊！下次可以早点录啊，我不要重新讲。讲一次啦。我讲这边比伊斯坦布好很多，比较多东西看了、啊。可是美女哦。也是哦，这样还是还好。你看美女，现在我要偷偷带他们去那个彩虹的阶梯，因为如果跟他们讲他们一定不会想去。但是我想说，都来到这边了，还是去看一下。因为这个壁包，哇，这个斜坡是什么 ？Welcome to our 彩虹区，彩色雨伞跟彩色阶梯。他们先不去了哟。哎，那边漂亮，那边漂亮，那个漂亮，那个漂亮，真的。这个普陀村也有哎。哎，超多人，这个很适合住在那里，知道吗 ？IG story。cosplay， 可以啊，带你们来啊，去打卡一下。你们在等什么？去拍照啊！帮你拍，你拍就好。带你们来拍了我。好了，我看过，可以走了哈。哎呀，陈老板，陈老板，耶！我们走了超久，脚超级无敌酸，这边很容易迷路。对，如果哎呀可爱哟、啊，各位如果哎不要看看我，哎可爱哟、啊、可爱哟、啊、，OK 哦。如果你们来这边呢、啊，记得自己带厕所来，因为这里没有厕所，那很急。在讲什么？你们看，刚刚就是我第一次用这个 app 叫车，所以他就给我大车，但是给小车钱。我们整个就像土豪这样，去个机场又坐在那两个车，看我们逃不过啊啊啊啊啊！耶、yeah, ，各位，我们的土耳其八连档终于要结束了。不多说，你们戴帽子。你可以不要这么多动作吗？八连档开心吗？开心。你还辛苦了，跟你讲。好了，我们的班长真的正式结束了，我们差不多结束了，快一个8天9天的行程。那大家对这个行程满意吗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满意。是。一、二、三。It's a beautiful night. I love you. 想看我们在求婚了？就是长乐跟班长了。想看我们求婚，在下面留言。我们想我们回来土耳其同个地方求婚。就这样大费周章了，到时候。我不想在同一个地方。暗示你，我今天是假假问他，我讲你要讲求婚，那个 BSD Uniqlo 就可以了，大半前面 Uniqlo 里面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所以我们就再见啦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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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来得及退货吗？我不想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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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